干嘛了？本身是在那边是怎样？去看啊！干嘛？录音者要我陪你去哦？没有。去看啊！我看到了。怎样？你很怕他啊？录音者可是跟录音者跟杨俊轩他们没有身价，他们第四名没身价，很可惜。这边至少看得到啊！我没，我近视。我近视啊！那你会去看？你叫一个，你叫一个比你大的哥哥去看，好意思？你又不是我妹，我干嘛帮他？哦。去做文青的编嘛，干嘛一直坐我旁边？坐文青旁边。我已经把他录三遍了。
什么？